你夏天不要出去走，喝水喝到一半突然意识不清，中风了。摸它也没有出汗的话，你就要小心，它搞不好是中风，不是中暑。很冷跟很热交界的地方，搓一搓，提升我们一身的阳气。对，以后大家看到在门口会有很多人出来做。周休二日晚间7点，健康2.0，照顾全家人的健康。